唔好殺蔡麗文先，要副拍嘅，我唔想騷擾到你哋，係啦。咁啊，但係你哋起碼嗰個議員都係反對起高鐵嘅，我知道。係啊，雖然你哋冇得選咁解，咁啊比較悶啲。咁啊，希望有競爭先有進步啦。不過都係一個良好嘅競爭。咁但係咧，前面講佢係慘啦，傅榮。即係咧有呢個中港冇咧，就中港嘅所有嘢咧都冇做曬。即係嗰啲咧古蹟咧，尖沙咀碼頭啲巴士總站咧就俾佢拆咗，係啦，就支持走去拆，係啦，唉，小心小心，過埋馬路先，過埋馬路先，唔緊要，過咗先啦，你過咗先啦，你過馬路先啦，係啦，係啦，過馬路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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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嗱，睇住啊，小心啊，姐，小心啊，嗱，小心啊，知唔知啊？睇車啊！好嘈啊！你知唔知道？系啊，睇车啊，知唔知啊？睇车啊，系啊！中港冇，中港都冇，有中港冇，中港都冇，有中港冇，中港都冇。佢个英文名系有门多萨命多萨呢个名，佢有菲律宾嘅血统。各位，佢依家竟然系讲住自己啲同乡，竟然讲住自己啲同乡，有中港冇，中港都冇。欢迎收睇国事同学会，但系呢个牌系瞻前顾后，系咪嗱？今日11月几号啊？嗱，我又呃咗大家一樣嘢先啦。我上個禮拜話，本來今個禮拜應該要直播噶啦嘛，即係我哋已經抗戰咗一個月之後，有多咁咪要直播啦翻嚟。係啦，係啦，唔係呃嘅，唔係欺騙嘅，專登咁，但係人嚟噶嘛，做得咁攰，梗係要唞一唞啦。你哋依家睇緊呢集嘅時候，我應該個人就身處咗台北噶啦。係啦，咁咧喺呢度咧，今日區議會一星期後，我哋今日請到落選人。唔好咁講啦，楊繼昌係啦，富油尖旺選區，富榮選區係啦，唔係油尖旺區議會富榮選區落選人啊，冇話落選人啦，嗱講真，敗選人或者敗選者，千祈唔好咁講嗱，即係呢個社民連線冚家產其中一員啊，但係唔好咁講喎，如果講社民連。淨係講緊一個油尖旺區派三個人出嚟選，嗰兩個另外加埋啲票都唔夠你一個多喎。咁嗰啲兄弟姊妹就各個區嗰個應付嘅情況都唔同嘅，咁可以咁樣比較嚇。我只可以話即係俾可以即係某一個某啲候選人嘅配數，可能得票嘅率係可能比較高少少咁解啫，係。但係都唔係應該咁比較嘅係。嗱，又或者我會覺得咁講啦，就係話即係用一個比較。即係比較俗少少嘅講法，嗱，而家成王敗寇，贏好輸好，但我會覺得咧，如果阿昌你講到社民連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嘅話咧，雖然今次的確喺成個個選情出嚟個結果嚟講未必咁理想，但係我自己個人會個一個睇法就係話，一個所謂叫有危自有機。我亦都好有信心，社民連係能夠火鳳凰重生，呢一個係真係一個好真心俾所有社民連線嘅朋友們一個嘅鼓勵啦。嗱，如果講翻嗱，你選呢個傅榮啊，哇，打大佬喎、啊，你一嚟就空降，係咯，點解咁勇先？哇，慣咗做主持唔慣俾人訪問啦，係。其實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即係話社民連線一開始就係要執行呢、這、一個，即、就、係、是、要揾人執行呢個決議文噶嘛，即係話講緊你要追擊主要建制派噶嘛，咁呢啲咪就係、是、其實我做緊嘅嘢同長毛都一樣啦，係嘛？咁我佢長毛就打葉國軒啦，我打啲少啲嘅頭目啦，係咪先？即、就、係、是、中港冇，即、就、係、是、作為油尖旺嘅區議會主席嚇，咁、就。但係就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咧，就成個過程入邊啊，傳媒咧又炒到熱曬，就話啊，人民力量啊追擊民主黨啦，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搞到好多人自動當選啦。咁好啦，咁我哋真係要令到民建聯唔自動當選，呢啲係去做即係令到選民基本上有個選擇。咁但係擺到明係同佢即係強弱懸殊，即係做炮灰嘅選區咁樣，但係即係又得唔到傳媒嘅關注，咁呢樣嘢我有少少失望啦。係咁，不過就其實。但亦都好多驚奇嘅，即係話，其實成個過程入邊咧，基本上因為即係社民連嗰個人力物力嗰個關係咧，咁基本上即係我都係一個，即係我亦都自己 declare 咗嘅，我自己講到明就話，即係總部嗰度唔需要俾即係咁多支援俾我啦。咁總部亦都答應咗我，即係即係冇派到一兵一卒落嚟啦，咁非常之好啦，係咁樣咁樣啦，咁就。跟住，但係亦都換咗一啲自由度俾我，咁就去喺個選區入邊個選戰策略入邊咧，就可以自己做一個即係全盤嘅一個話事啦嚇，即係咁就其實成個過程入邊都幾得意嘅，係因為簡單啲講，純粹就係
我都是齋派傳單，怎樣派了兩個禮拜？即如果真的講緊落地區做嘢嘅話，其實即過多兩個月的時間，就在個區入邊開始做嘢。咁跟住做嘢嘅話，你嗰陣時候阿陶君衡即教我哋選區議會第一件事要做嘅咩咧？就係話要在地區度攞500個電話嘛。如果你攞唔到500個電話咧，你就唔使旨意去選啊嘛。咁但我一個電話我都冇攞過係。哇！你我純粹係啊，即我純粹係想試一樣嘢，就話我齋寫字齋派傳單咁樣，咁究竟係會？個效果或者攞到幾多票呢嚇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尾嗰個禮拜，我都覺得見到唔對路啦。咁我都要需要即係要做多啲即係能夠係吸引到選民，至少知道我存在依樣嘢係。咁所以就有一個最尾一個禮拜咧，有一個所謂嘅喺社區嘅扎營行動嘅，即係嚇咁扎營嘅地點咧，就係咧各位可以查一下呢個中港澳議員嘅辦事處咧，係喺邊度啦？係咁，我就喺佢海文路啊，我就喺佢即係門口咁樣就扎咗七日營嘅，係咁就咁就我覺得其實就。今次嚟講，所以結果咧，嗰日你選舉嗰日個感覺，你就知道咧，我都知道會應該係即係出事啦，係應該我嗰陣時估係我頂盡攞五六百票嘅啫，因為全其實個即係成日嚟講，即係大家都見到個情況就嗌曬救命啦，大家都已經係全香港都所謂嘅民主派或者泛民主派都好嚇，咁所以就。我都冇去睇開票啊，係你冇去睇到啊？我成冇去睇到。哇！你真係完全咁樣樣冇眼睇嗰只噶咯。我太攰啊，翻咗屋企咁樣，諗住即係沖個涼，即係翻出嚟。但係即係沖完涼之後就已經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已經係啦，差唔多啦，已經知道個結果啦，係咁就咁，所以就即係其實今次嘅結果，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我係即係都係好驚訝嘅，係即係竟然係可以攞到即係超過千票係嘛？反而咧，嗱，如一樣嘢真係率之出嚟嘅結果就1137-2401，呢個成績，我諗唔止阿昌，我諗係對我哋啦，同埋好多一直可能對阿昌啊、對社民連、對泛民嘅支持朋友嚟講，其實都有少少愕然啦。你作為當事人，我又好真係好想去問一下，你望到呢個結果嘅時候，嗰刻間你有乜嘢嘅心情或者有咩諗法？我反而就話我會覺得我第一件事我係諗嘅，就係話我第一件事睇我係睇中央冇跌咗幾多票先。嗯，即係我成個選舉策略其實就係唔係令到當區嘅人認識我楊繼昌係邊個嘛？係全部我派啲傳單，我首先我張傳單都中港冇名喺度，咁基本上已經無視咗所有選舉條例㗎啦，係好似係或者選舉指引㗎啦，係咁第二件事就基本上係即係。是我幫他 double 宣傳的嘛，係，即係我的競選海報嚇，我同埋我嘅橫額咁樣，全部都有佢個樣，差唔多冇我樣咁滯嘅。我見甚至係你個樣俾啲人破壞嘅，成日撕咗你個樣，跟住以為嗰張房曬底喎。係啊，咁我因為你大家都知道我有張即係海報，就係我佢喺街度掛 banner 咁樣嘛。咁樣樣，我就伏咗喺欄杆上邊咁樣，都影咗張相喺度，咁就話即係其實基本上我就希望表達一個好清晰嘅意思，就話即係我係嚟搞佢啦。咁就。所以其實我不嬲就幫佢 double 咁宣傳嘅，係咁就所以我係睇啊，究竟係減咗幾多票，而唔係睇自己攞咗幾多票咁樣。咁但係後屘我發覺原來我如果一個佢係跌咗400票多啲嘅，400+500票，係啦。咁就即係我係反而第一個諗嘅問題就話，我應該勤力啲，即係一早知道個結果嘅話，我係應該點樣去 convince 埋依400幾票嘅人唔投俾佢嘅人。點解冇過埋落我嗰度咧？係嚇，依個係我第一件事去諗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即係討厭佢，其實唔代表一定係擺落我嗰度。冇錯，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嗰、那個即係宣傳可以對翻我自己的宣傳多啲啊，即係唔使猛咁喺度即係派。我試過一張傳單係有兩個中港冇個樣喺度噶嘛，因為嗰張傳單就係話有。即係我將佢2007年競選嗰個方格表，即係話咧，大家喺選票上面見到嗰個格寫住政綱嗰個格咧，同今年個格擺埋一齊，我發覺一懶到咁喎，一差樣，係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又擺一張咁嘅傳單出嚟，咁基本上即係一張傳單擺落去兩個頭出嚟，咁大家其實都知道係有個咁嘅人，但係未必即係我聽翻啲選民講就話即係佢知道你嚟，但係佢未必有即係。咁嘅信心係即係除咗你，即係去唔投中港冇之餘，就將張票都擺落你度。即係所謂一個棄保。係啦，咁所以我知道係有一定數量嘅白票嘅，係。係啦。嗱，其實咧，我反而會咁睇喎，長而家去到呢個環境，你落到去咧，除咗話不斷中港冇，不斷中港冇之外咧，嗱，做咗三，其中有三個比較實在嗰個行動嚟講嘅話，其實。
我覺得都好針對住佢喎。嗱，早先三樣嘢，第一就係話嗰個交通調查啦。嗰朝早 Leslie 一朝早出晨咁早摸出去，大家就數四廿三 M 小巴同七廿八小巴，仲有啲十二號啊、二號 E、九一四小巴。講清楚啲嘢可以，即係我哋擺一塊牌喺個小巴站同埋巴士站隔離啦。咁啲人一路即係等小巴等唔到車排曬長龍嘅時候，我哋就喺度講話，我哋而家直接去數。小巴和巴士的班次嚇，咁就大家唔使即係有個概念，即係只不過啊，點解每朝等車咁痛耐？而家就話俾你聽，你等車等咗幾耐啦？或者一班車上到幾多人？係啊，即係整個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交通調查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向呢個土地正義聯盟嗰邊學習嘅，因為我有一晚我係經過錦田咧，就見到阿應該阿竹姐就喺度，即係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嚇，係啦。咁啊，呢一樣嘢都可以話反映到出嚟，就話即係反映到咩嘢出嚟咧？我會覺得姓鐘嘅有冇做嘢咧？過去嗰四年，即係成個富榮嗰個地理位置咧，其實喺個交通嗰個配套需求嚟講，其實有少少嘢係需要係，其實佢係兩頭唔到，係啦，要特別少少去照顧同處理。因為其實我有朋友係住喺富榮花園嘅，直情咁跟住咧，佢都就係話：我嗰朝落去數車，佢係撞我，佢係上咗車先見到我。後來翻 Facebook 同我講，好笑。咁跟住咧，但係佢就話：你落到嚟，你哋依家開始明白到我哋依一區嗰個問題，個交通問題啦嘛所在。即係其實原來佢哋四年來都係冇人處理過佢哋啲交通問題，一路就係話嗱，你睇翻頭先阿昌講噶嘛，四年前人哋嗰個競選嗰、那個口號啊，或者嗰啲政綱就話要改善小巴班次啊，改善交通服務。四年後又攞翻嗰個，但係有咩做到過？即係做緊一樣嘢，少咗條巴士線喎 ，K16 仲少咗一條喎。係咯，但係多咗個咩嘛？多咗個港鐵霸權啊嘛，係咪先？係咯。嗱，好啦，嗰、那個問題就係話咧。有一個嗰個問題就係話四年冇改善過，跌你500票，執得到啦，中山。仲有條高鐵都未講，喂，高鐵嗰單嘢。第二個就高鐵，哇，嗰、那個高鐵其實我覺得同居民之間嘅宣傳我覺得好困難嘅係，我唔知道大家可能香港人未必是香港人的，可能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了，眼前的东西是比较清楚一点，他们对于他们会问多数都是例如会不会有多一些空气污染啊那些问题，反而阻马路那些都不是太过关心的。但是你讲的话地下面发生的什么事啊，会不会就是影响到楼宇安全，反而这一点是打不入的。打不入的。但是我讲的高铁对上有条行人天桥，那些人就 觉得有问题，因为条天桥本身就是都好殘，是一條很殘的天橋。那條天橋是富榮花園自己兩個旗義的業主，咁就係即係業主立案法團，或者其實應該講即係成個富榮花園嘅業主係擁有個業權喺度嘅咁樣。咁所以，但係即係條橋好殘，冇整過咧，咁樣啲人就反而覺得有問題啦，係嘛？即係話因為條橋擺咗喺度咁樣，你滑滑突突咁樣係驚影響樓價。咁所以即係。但其實如果你講影響樓價嘅話，如果同你講地下有條高鐵隧道喺度，可能影響到啲裝置，其實咁樣應該理論上更加影響樓價啦。咁但係拆咗佢得。但反而啲街坊唔係太關心呢一點，係反而關心上面條橋，即係核核突突會影響樓價。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觀察嚟㗎，喺今次選舉睇到。呢個亦都證明咗咧點解好似喺美孚嗱，大家都知啦，啱啱睇新聞都話啦，一選完舉，長達就去做嘢嗱。點解？但係你啲美孚人點解仲要投票俾民建聯？呢啲咧就係你哋嘅自作業啦。作為一個業主，係罪業個業啊嚇，係你哋自己揀嘅。因為你眼前個你見到已經有問題嘅，會喺你門口面前去起嗰棟咁嘅屏風樓，你唔理，因為唔係 exactly 對住我自己伸出嘅露台啊。跟住點咧？跟住我有朋友住美孚，佢就話佢阿哥就因為嘅滿意黃德全所屬的公民黨是因為支持外用和港珠澳大橋使多了他900元每人，因為 JR 那件事就每人使多了900元嘛、然後所以就投了，他又不是投民建聯，他就因為那區有三個人選、他投了一個獨立人士，但是你看回獨立人士的政綱很好笑，其實他在講的什麼綠化什麼的事其實就是公民黨在做的事。其實個問題咧，在於咧，就係話，如果你講到講翻去富榮嗰條行人天橋同地下一個窿，即係高鐵個窿嘅問題咧，我又會咁睇喎。即係會唔會真係叫做好似
謝安琪《你們的幸福》所講的「愛思索便會覆薄」，又或者是沙吹進眼從來未不必察覺，不看不見不想就當沒事發生呢，我會覺得這樣唱從美夫那個情況啊，真是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啦。我會覺得一樣嘢喎，你高鐵嗰個隧道咧，其實埋下咗一個種子嚟緊嘅嗱，容許我容許我變態少少咁樣做嗱，富榮花園嘅居民投咗中港冇嘅居民，係啦，投咗票俾中港冇嘅居民，請記住有乜事發生咧？記得揾中港冇啦，冇錯，我轉唱喎，都唔係嘅，唔可以咁講嘅。我自己都寫緊一，即係準備寫緊一篇謝票嘅傳單嘅。咁我都話啦，即係話即係其實如果即係第日可能有少少即係地面上有不平嘅問題啦，可能又或者個窿深少少咁樣變咗個坑咁樣嘅時候嘅話咧，咁樣大家唔使擔心，我一定會出現翻嚟同大家一齊咧，係擁中港路冇落個坑度填翻佢啊！我又好衰啊！依家你既然阿昌你講我咁咧，我就好衰一樣嘢噶啦。點啊？我好期待只有呢一日發生。唔好嚇呢啲。唔係，其實嗱，真係唔想有任何傷亡嘅，呢個事實。但係呢啲坑殺嘅行為，曹操喺官道做咗，我哋唔做噶啦。焚書坑儒喎，諗起秦王啊。坑係啦，坑殺民建聯咁呢啲口號就最好唔好講啦，係咪先？係嘛？即係或者坑殺中港冇咁就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幻想下算啦。唔係啊，你頭先睇唔到條片咩？有中港冇，中港都冇啊嘛。咪咯，仲有一樣嘢喎。深圳已經第五次塌方啦，因為起個廣深港高鐵。係啦，嗱，若然講到黃德全喺美孚嘅戰敗，導致到嗰個問題係因為咩話？因為外佣啊嘛，係咪？啊 ，Mr. Acosta Mendoza 聰，OK。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菲律賓人，菲律賓人唔應該打菲律賓人啦。點解佢啲思維咁樣嘅咧？嗱，事先我要聲明先啦，即係其實我對即係我覺得任何情況都唔應該即係對人哋嘅組織咧係可以即係可以即係而家作為我一個即係一個對手或者平等嘅一個對手嘅選舉嘅立場嚟講咧，咁我就覺得冇乜。即係問題，即係我從來冇去講呢件事咁樣嚇，因為咁同埋就即係喺啲資料上我都未證實得好清楚啦，係咁。雖然黃世澤話好肯定啦，咁世澤兄嗱，咁但係即係同埋頭先即係啊，如果中港武先生有睇，主席有睇嘅話，我哋即係其實都係講下笑嘅啫，係啊，你知我哋不嬲都中意講笑嘅啦，係咁樣。唔係高等精神係咩啊？認真變輸了嘛，咁啊係啦，咁但係我哋即而且我好關心係究竟即係富盈花園嗰、那個或者喺嗰區入邊究竟高鐵會帶嚟嘅影響係咪？咁依樣嘢係唔係話淨係我哋喺度作為一個選舉策略去做一個、個宣傳或者個賣點，而係真真正正係關心到，因為成個過程入邊我哋見到係即係工程嘅資訊係喺。政府和居民之間係出現一個很不平衡的狀態。其實是的，應該咁講啦。阿昌以我所知道咧，係另一個116，即係1月16日反高鐵嗰陣時候，我哋已經係一起站了出嚟。係啦，係已經反映高鐵因為依啲咁嘅問題，而唔係突然之間跳出嚟話我要選舉啊，我反高鐵啦，所以唔係咁樣嘅。大家要好清楚呢一樣嘢。嗱，同埋一樣嘢喎，嗱 ，Leslie， 阿昌都係喺我哋尖馬之星嘅支持名單度嘅喎。可能有一個問題要去諗喎，嗱，阿昌本身你係選富榮啊，嗱，富榮本身同尖又冇車落尖馬，喂，做咩事撐佢先？點解我哋撐佢？係咯，不如阿昌講翻我哋幫佢預備咗嘅嗰張宣傳單張，到底發生咩事啦？我咁其實好多車都係即係經過富榮花園，係咪？都是去呢個尖沙咀嘅，係有小巴78、78A 同埋12號啦，98、12號係啦，嚇咁就咁我哋都知道係即係其實即係你尖沙咀嗰度嘅，如果搞個碼頭嘅話，咁樣你交通嘅改道咁樣，接影響到全香港㗎啦，係啊係啊，咁樣就而且你頭先都講到啦，直接有你有路線係出去嘅時候係嘛，咁樣你將尖東或者即係尖沙咀碼頭附近嘅交通搞禍咗嘅時候，咁樣你嚇即係對於當區嘅居民嘅一定影響佢哋上樓車嘅班次啊，係咪先係嘛？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個問題就當然就係要知道，即係同中港冇同大家嘅新仇舊恨啦，係咪先？嗱，呢個新仇舊恨咧，我會咁睇喎，唔淨止係同我哋芝麻之星，我覺得會係直接係同全香港市民都係呢個新仇舊恨嚟嘅。但係咧，嗱，即係呢樣嘢就冇得老屈嘅，就算你啊 Mr. Acosta Mendoza 衝，你要點樣樣去？污蔑翻我哋話我哋抹黑都好咧，唔緊要。所謂有圖有真相有文件有真相，係咪先？嗱，冇得賴噶啦，係咪先？買報紙出賣噶啦，係咪先？即係依個係點解我哋成日話緊？你唔同意我唔緊要啊。嗯。但係你都要俾個機會我哋去講嘢㗎。即係我哋唔同意某一個人嗰個言論都好，佢意見都好，但我哋都要誓死捍衞佢言論自由。咁你琴日喺定係前幾日喺新立法會嗰度有冇講呢、這個？呢、這個 Mendoza 點樣對你哋咧？喺新立法會大樓入邊，嗰單嘢另一件事嚟嘅，就唔關事，應該再講。我諗咧，會新立法會大樓入邊已經有開始有 Mendoza 嘅記錄喺度啫嘛。嗱，有啲人有啲人咁樣去講啦。你話即係今次阿昌都可以話係，即係你誒可以一定程度上。又不要說幫我們報仇，也不要幫市民報仇，但是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效果出來，就是說議員、區議員不做事是會怎樣呢？當選的好難啊，這個gag又說，即是如果在一個在選舉工程裡面來說，就是說看到那個選票有流失的時候呢，其實這件事或者叫做這樣去說，我會在市民的角度去講，就話如果你真的不做事嘅，講真的，依家是一個警號，即係我撇除黨派嗰個政治意識的問題，我純粹喺一個市民的角度去睇，我而家我就俾一個警號過嚟，你再係繼續咧就唔好意思啊！即係好似台灣民進黨咧最興嘅嗰個口號，捉不好就換人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嚟緊，除咗話等可能要做呢個咩坑撞之外，或者係嚟緊嗰個日嚟緊嗰個工作會點咧？我諗都要從長計議啦，因為唔係淨係我即係一個人喺個區入邊，係咪即係繼續存續去做一個地區工作嘅問題？因為而家即係。社會民主連線，咁我參與咗佢，雖然嗰陣時係一時嘅，即係可以話權宜之計啦，係嘛嚇咁樣用佢嘅名義去出選都好，咁但係而家作為一份子咁樣，你都要共患難嘅，係咪先？即係呢樣嘢係即係我哋係要做，即係因為除咗堅守呢個社會民主嘅理念，即係作為香港只此一家之外咧，咁仲有一樣嘢係堅守民主派入邊一樣都係只此一家嘅理念，就叫有義氣啊嘛，即係民主黨。你見到超過千幾個俾個票你嘅人，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講緊嘅意思就係話，你唔可以因為即係選票或者少少問題，即係會即係我哋見到我想講嘅就係。同公民黨劃清界線嗰個問題啊嘛，即係喺外佣居港權嗰個問題上面，即係其實你揞埋嗰個政綱嘅話，你反對外佣有居港權啊，咁樣或者我哋即係區議會政改爭取到新空間，令到民主進步啊，咁你揞住個 logo 嘅話，其實民主黨同民建聯喺區議會入邊嘅文宣或者佢嘅政綱講嘅嘢係差唔多一樣嘅啫喎，係咪咁樣嘢？我好想問一下，即係當啱啱當選嘅歐樂軒同埋阿樂建熙係咪先？即係咁我知本身即係大家都同佢哋即係好 friend 咁樣，就係講笑咁講。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啲都要 tackle 嘅，即係其實。即究竟選舉嚟講，好似長毛咁講啦，係你本身依個係一個鳥籠嘅政制，係、嘛？我哋選輸咗，我哋覺得冇所謂，而且應該嘅係嚇，即不過唔會輸到咁慘嘅啫，係咪先啊？咁但係我哋係咪真係為咗繼續喺依個鳥籠政制入邊攞到一兩席，而咧就去即係開始遷就依個咁嘅畸形嘅政治生態咧？定係都要講翻一啲最基本嘅政治倫理咧？係咁，所以就即第一件事，即係陶君衡要辭職先啦。第二件事，我諗係即我哋所有曾經喺今次選舉involve 嘅人，即係參與嘅人入邊咧，都有一份。責任就話，究竟即係社民連線之後去點樣走嘅話，我相信即係唔係淨係我係咪留喺個區入邊？可能如果我喺即係可能有其他方面咧，係嘅做法咧，係可能咧對即係出年無論立法會選舉好，或者之後嘅地區嗰個工作嘅部署入邊咧，我相信咧都係需要有更加多嘅承擔。嗱，我記得咧有一樣嘢嘅選之前咧，咁大家都知外佣居港權嗰單嘢係搞到好禍啦，搞到公民黨死曬咁滯啦，咁結果九龍佢全軍覆沒啦，大家知。但係我記得佢造勢大會嗰一日咧，毛孟靜講過一句説話，輸咗議席，我公民黨輸得起。
輸咗黨架，我哋輸唔起，因為佢哋相信緊嘅係一個法治，依一個最後嘅防線，依個精神。即係我哋係講緊話，你一個人，如果你係因為為咗一個議席而跟住走去講一啲純粹係 please 咗一個選民嘅嘢，而跟住但係到頭來其實嗰樣嘢係違反人權，你一直捍衞人權、法治、自由嘅話咧，唔好意思咯，呢個人係冇人格嘅。所以呢最重要呢，選舉過後嚟緊嘅要點走呢，即都係好要好時間。下一節返嚟我哋繼續講下其他區啊。好啦，轉頭見。轉頭見。好，返嚟第二節瞻前顧後。真係瞻前顧後啦，呢次啦。楊繼昌你成功攞到1137之餘就戒咗中港冇差接近500票走啦。係啊，咁其實嗱，講真，除咗你自己嗰一區啦，你睇翻成個選戰，你有冇話落過去其他區幫過其他人手啫嘛？我冇就真正幫手就冇咯，但係其實都即大家喺個即兄弟姊妹去一齊參選嘅時候個互動咧，你都感覺到個情況係點樣嘅？就係話第一件事咧，最大禍嘅就係咧啲選民咧真係。即係未瞓醒嘅，係佢分唔清嗰社民連同人民力量嘅。咁依下最大鑊嘅第一件事係，真係慘嘅。咁就其實連貴黨前主席嗰日同我通電話，佢都覺得係。咁係應該好大程度上，即係陶君衡中咗伏嘅原因，其實都係依樣嘢嘅，係咁同埋當然啦，可能即係之前即係支持佢，即係其實有多我諗係即係同支聯會好有關係嘅。咁嗰陣時候最尾依一年，佢同支聯會嘅關係搞得唔好，咁就都有可能就影響啦。係咁當然依個其實我諗專題做個特輯嘅，即係其實陶君衡佢點樣抒發咧，係真係好傳奇嘅，估唔到係即係嗰啲策略係咁精密嘅，係嚇，即係喺佢面前示弱啊，揾個講嘢都講唔正嘅候選人嚟啊嚇，跟住最尾所有最尾嗰兩個禮拜所有法團啊支持佢啲助選團啊全部叛變啊咁樣係，咁依啲係非常之精彩嘅成件事，陶君衡係咁啊可以去睇下啦。不過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就大家都係唔好知道你學者成日分析就話咩關心地區事務。即係選民就即係去選嘅話，如果真係咁嘅邏輯嘅話，陶君衡應該繼續贏啦，係咪先？係嘛？即係其實選民係關心個政治取態，但係關心之餘咧，佢淨係對民主派嘅候選人咧係對你嘅要求特別高嘅，係嚇。咁但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其實都未清楚一樣嘢，就話如果去到第二啲地區係純粹講地區服務嘅時候咧，佢其實啲人咧都未清楚就話你區議會嘅性質已經係轉變咗咯，係嘛？你唔係話淨係。即係而家仲有一個第一，你會選超級區議員，跟住你又會區議會又會咩下放更加多權力，好似變成以前嘅市政局咁樣去管理即係地方嘅行政。咁第三，即係大家都唔睇新聞嘅，即係話你林瑞麟當年咩搞呢個替補機制又好啊，乜春都好，都係我記得過，都係話區都係話個區議會支持噶嘛，即係其實區議會中間嗰、那個即係代表你唔係淨係講地區事務噶嘛，成日都係政治上面抽你水噶嘛。你講林淹人，你去到話區都支持拆尖馬，夠話咩啊？好多咩？好多地區議會支持咁啊！九龍支持你條毛咩？一個深水埗，一個九龍城，你都未搞得掂啦。咪係咯，嗱，即變咗係咁樣樣嚟緊，即阿土嗰度咧，其實講真，我叫佢唔好去借票，去鬧票咯，係我服務咗你廿幾年。我懲罰選民，我懲罰選民。除非你想用懲罰選民去搶到選票，我服務東港。我會咁樣睇嘅，我真係咁樣睇下。槍有一樣嘢，我都係講好啱。選民佢對於政治取態咧，唔可以話冇嘅。但係你話唔睇新聞咧，我就會覺得睇唔睇冇乜分別嘅。因為他哋睇嗰啲新聞已經俾人河蟹釣某啲嘢啦嘛。尤其是咧嗱，我好記得長毛輸咗嘅第二日，好多人又同我講長毛抵輸啦。但係每當我嘅回應都係一句：你有冇花過一日時間去真係睇下長毛喺立法會點開會？除咗啲俾人趕出去講嘛，俾人趕出去啊，掟嘢之外，你有冇真真正正去了解長毛佢喺立法會點開會咧？佢大家都忽略咗一個本質上嘅問題，就係例如我同長毛一樣啊嘛，佢都係為咗輸噶嘛，係成件事就係咁樣噶嘛，係啊，嗱，即變咗就話有啲嘢，我會覺得係
要即係香港人真係冇辦法啦，外思索便會覆薄，係咪先？沙吹盡眼，從來美國便不必察覺。OK， 嗱，即係呢度就搞到咁啦。而阿土咧，我會覺得佢嘅即係辭去黨主席咧，我會咁睇，我要俾個向阿土作出一個致敬。點解咧？真係能夠有勇氣去作出呢個政治嘅承擔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個相當之好的示範，也都做了一個好的榜樣，所以我也都去看這件事的時候，就會覺得社民連是可以即火裡鳳凰，就是這件事啦。計出來我和他得票都原來差不多了。是啊，但其實如果說你作為一個新人去參選，跟他計差500票你都算不差。還有我很記得的，我跟阿昌一路去即是他這個選舉工程裡面，我跟他說的話如果你空降，你沒有任何政績在那區，原本阿昌是一路空降的，這是事實來的。是啊，你拿到500票已經很叫做很厲害的了，即因為那500票不是投給你個人的。是啊，通常這些都是不滿意對家的，因為一兩個選擇嘛。那投給投，如果你有1000票你就叫做封了底，叫做 OK 啦，叫做合格啦。如果你拿到1500票呢，因為我看上一屆的記錄呢，就是2009對1500，中國部是拿2900，原本那個支聯會的阿姐呢，就印象中好像拿1500票左右。跟住我說，但如果阿昌，你甚至如果你是勁到可以跟中國部相距只得500票以內而輸呢，哇，這個變天了，其實你是贏的了。但都唔緊要啦，即已經都去到一個咁樣樣嘅局面，攞到1000票，真係我會用四個字嚟形容：衰敗有榮。真的、這個，其實我哋好多即係社記嘅兄弟姊妹都係輸得好光榮嘅，係即係甚至係嗱 ，Jeffy 中院係啦，筲箕灣嗰、那個，佢好似係相差100票之內嘅啫，輸攞47%選票。中石欣佢好勁，同埋。即係依一個你睇到佢嗰個數係唔差，甚至就算牛都係噶，佢都係輸好少嘅啫。佢都馬上，即係依啲係計得好準嘅，好明顯咧。有啲人喺背後計數計得好準，好似我樓下上一屆我屋企樓下顯徑咁樣啦。嗰陣時原本嗰個當區係一個蘇科獨立嘅，咁跟住佢同一個公民力量，即係其實民建聯支部啦，簡單啲講，佢輸50多票，但係今次竟然相差咗1000票。嗱，就即係咁樣講，如果你要去講翻個選情咧，呢個星期入邊咧有好多個報章嘅評論，包括吳志森、蔡子強、成明嚇，都會去，甚至乎信報嘅曉峰，佢哋都去講到一樣嘢。突然之間投票數字好古怪嘅，某啲區嗱，即係呢啲都唔講啦。甚至乎前幾日我睇你頭先講到黃世澤，我又要講黃世澤。嗱，黃世澤前幾日喺佢個 blog 入邊咧。已經講了一件事，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即俗稱的毛統呢，就最興玩打矛招呢，那招叫做什麼？叫幽靈選民，連一個死了的人，或者連一個本身他所謂馬來西亞呢，你在當地呢定居都未必入到籍，你入不到籍就沒選，其實沒有投票權的嘛，都可以拿來登記做選民。喂，有些事冇玩到咁明顯。其實上一屆咧，我記得阿土喺 My Radio 嗰邊咧做節目咧，選完之後佢都講過噶，佢都話察覺到點解某一段時段有一班喺區都未見過嘅人，走落嚟投票嘅咧，好奇怪嘅喎，佢喺區完全未見過嗰啲人嘅喎，佢都已經有啲懷疑嘅，當時佢已經有講過。你不過喂，如果你講到呢一樣嘢咧，講到呢樣不得不提一個我哋芝麻之星嘅親密戰友，邊個啊？任國棟，咦？點解咧？嗱，講到頭先咧，就啱啱講到呢個幽靈選民嘅問題啦。嗱，嗰晚我唔記得嗰晚你喺唔喺啊？任國棟個 office 係點啊？突然之間喺度，佢同埋幾個同事一齊去翻閲選民登記冊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揭一路睇一路睇。點解今年新登記多咗20多30個同一個地址，而個地址係咩地方？老人院好似係老人院。一有老人院，嗰啲票到底係俾邊個嘅咧？嗱，就是這樣說啦。通常啦，老人家啦，一般都只是會講我哋啲話嘅啫嘛，係咪先？係啊，係咪？
但是呢 ，Why the name list on the on 嗰個選民登記冊 ，the name is in English spelling 嘅咧？啊，咁啊真係 OK 啦！依啲老人家寫英文咁高學術水平喎，原來我哋依老人院入面唔好睇笑卧虎藏。唔係，我諗我諗咧，其實即係。地依啲即係中聯辦、共產黨咩都好，即係建制派。如果要動員嘅話，嘅動員能力，佢係揀落咗個區係要做低你嘅話咧，佢絕對有能力咁做嘅。咁我哋見到今次其實好清楚嘅一樣嘢就話，佢係打擊即係全港性嘅民主派為主，即係其實就主力就係公民黨同埋社民連啦。社民連即係陶君衡嗰區，好明顯係即係處心積慮嘅，四年前已經開始部署嘅啦。係臨尾揀邊個人出去？其實阿白國峰都一樣。佢臨尾就係專登揀一個弱啲嘅對手，嗱，陶君衡嗰個就係頭先講過啦，係俾一個喺排街站講嘢都口窒窒嘅人，咁俾陶君衡一個即係輕敵嘅假象啦。其實麥國峰都一樣啊，專門揾白韻琴出嚟，係嘛？即啲人咧覺得佢印象唔會投佢，但下邊就麥國峰喺度講啦，喂，原來全部啲見到去票站投票啲人咧揸住啲車牌咧，全部都係有國內牌咁樣揸落嚟投票嘅，係即係唔係揸落嚟嘅，即係佢本身都係香港人啦。anyway， 咁所以就其實有三粒星啦，叫做咁，但係暫時咧就放生咗，即係以地區性為主嘅所謂民主派嚟，街工咧，街工幾好成績咧係新民主同盟啦，係即係落即係守住喺即係新界西，而且又增長，新界東咧又增長啦。咁例如即係民協咁樣嚇，分分鐘都係扶一分分鐘有扶一把嘅嫌疑啦，係咪先係嘛？俾咁但係即係今如果我哋依啲即係針對全港性嘅，今次你個即係好簡單個邏輯咧，就係話你即自動當選就多咗啦，咁又圍繞咗多你議席啦，咁之後下一屆咁樣咪啲資源可以再分翻落其他區入邊，咁其實就係依啲咁嘅據點都可以即係一個個就攻陷嘅啫喎，係即係如果睇下佢仲選唔選擇即係保呢個民主黨嘅啫喎，係。其實係㗎，依家咁係好弊。但係嗱，如果你即係講翻呢一樣嘢，真係除非個制度係改變，即係話我哋即係要改革成個區議會，唔係咁樣玩法，即係個選區劃大啲，因為好多人都講過就係話你得個幾一萬幾千票，你好容易，你就算你好似我富盈區私樓咁樣，你一有業主立案法團呢樣嘢存在嘅話，你就入唔到去㗎啦，係嗱，你一定同佢癲，你同佢就鬥叫。同埋咧，仲有就係話咧，喺今屆嗰個選區劃界方面，真係好多問題。不過唔花時間唔好再講啦，因為咧勝負其實講真句，依家都已經定咗局。嗱，時間有啲限制，但係咧，我哋今日可以講，不如咁樣先啦。嗱，港區選嘅，我哋只可以話一樣嘢，記住，始終咧今次贏到輸到嘅。或者叫做險輸好少嗰啲咧，你睇翻的而且確嗰班人嘅地區工作真係好扎實嘅，不論係泛民嘅好，不論係建制派嘅好，其實咧你睇到嗰啲人咧，好多街坊已經識得開始有一樣分咗。但你話成日並重一件事咧，佢係睇佢個地區工作，佢哋知道區議會同嗰個立法會嘅職能分別。但係如果依家我好記得咧，馬英九嗰陣時喺台灣啦，咁啊選總統，佢選完之後記唔記得佢講過一句乜嘢？呢個真係你先記得咯，開心一日就好了。因為跟住往後嘅工作咧，先至係重要。嗱，借票嘅其實好多咧已經即係嗰朝早啊，選完之後七號朝好多已經開始借緊票啦。咁我哋芝麻之星亦都要借一借票先，因為其實咧我哋唔係有個64人嘅區選名單嘅，支持同一政綱嘅名單，23個當選咗。係啦，64人之中23個當選咗。咁好多謝各位觀眾你哋嘅每一票。咁我哋都因為我哋都比較忙啊，之前咁啊，我哋都未計翻到底總數依班候選人攞到幾多票嘅，我哋會再計一計啊。咁但係頭先講咗啦，開心一天就好了啦，第二日要做工作噶啦嘛。咁跟住有啲咩工作咧？去張相望一望先。哇！喺呢度邊度？呢度咧就係門上篤下邊。新政府總部嗱，呢個係我哋幾時啊？11月8日，11月8日嗰日，大家做咩啊？遞信咯，嗱，你睇住我依家。哇！做咩事啊？坦克車。嗱，我哋係咪嗱攞住架坦克車？點解會坦克車先？嗱，是咁的。嗱，四相信話埋係。四相信嗱，總共咧大概係7500封。唔係7100。7100封嘅反對意見書。講緊點解會係坦克車呢？嗱，如果一路咧有即係睇開我哋節目嘅，或者係一路有留意住芝麻之星嗰個近期嘅工作嚟講，就話政府喺9月5日咧
係第係再一次刊憲咧，就將個巴士總站就斬開兩卷，就以六四作為比例，六成就做呢個廣場，四成做巴士總站。咁之前我哋解釋過好多次㗎啦，嗰個數。總之依家就係六四廣場啦。咁六四廣場會有咩出現嘅？大家諗未？所以咪坦克車炮打司令部咯。嗱，整到有一樣嘢幾今次嚟講嘅話咧，有吊鬼啊嘛，23個，即係嗰啲最敏感嘅數字咧，出曬嚟，出曬嚟啦，七一七千七一千一百，係啦，六四廣場64個人嘅支持名單，23個當選，即係真係八九嘅啫，依家老老實實，真係八九。咁所以嗱，嗰晚其實我哋咧都係即係之前咧就係專登包好啲箱啦，咁因為比較忙，所以你見到有四箱，有一箱冇包就比較急啲嘅依箱。咁啊 ，anyway， 咁但係咧，我哋亦都遵守咗我哋嘅承諾，應承咗所有嘅事即係簽咗信嘅朋友啦，我哋係會交到去特首辦啦。不過咧，曾蔭權條友咧原來飛咗喎，去美國，去咗美國，所以而家署任嘅特首係。林瑞麟就出咗嚟收信啦，嗰日嗱條片咧，大家想睇嘅上翻有線個新聞嗰度咧，佢個網頁係有得睇翻嘅。係啦，即係嗰日我哋真係第一次上有線電視喎，呢單嘢3年以來。嗱，即係都唔緊要啦，即係難得有機會可以喺所謂叫做終於有鏡頭前蒲頭啦。OK， 嗱，今次其實我諗我哋都做得好辛苦 ，Leslie 人。辛苦，你抬頭冇寫錯啊嘛，抬頭冇寫錯，即係自東廠廠長。我咁衰啦，嗱呢單嘢又唔係直接關佢事嘅。呢單嘢咧有一個就係咩人咧？嗱嗰個咧嗱就咁嘅，嗰位女士應該住喺京士柏山嘅。嗱梁偉權1045票，有冇佢份咧？啊！天曉得啦！啊，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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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嗱，不過咁嗰位女士嘅辦公地方，我哋亦都去埋大，就費事俾佢走數。嗱，去張相望望。嗱，呢度咧就運輸及房屋局樓下，咁佢哋嗰個代表嗱，有個幾靚女嘅依個阿 Michael Mo， 佢想問，唔記得問人攞張卡片，但係 A O 定 E O 喎。哦，嗱，即係嗱是咁的啦，即係喺整個嗰個程序上嚟講嘅話咧。嗱，成件事嗱，今次嘅刊憲咧，都係由運輸及房屋局做主導噶嘛，係咪先？係咯。嗱，個問題係嗱，今次我哋真係做得好辛苦，要資源難咗第一，因為選舉期間冇人得閒睬你，幫你擺街站。甚至乎一樣嘢，就算係候選人本身，以往有好多幫過我哋手、支持過我哋嘅朋友，都因為區選。嗰、那個法例的限制問題，他哋不方便出嚟去幫我哋手，甚至到一樣嘢就是大家都要搶緊啲義工。係啦，咁變咗就係話咧，即係鄭宇華呢條死八婆，你夾硬揀啲咁嘅日子去刊憲，你冇辦法，你唔俾我咁樣懟你嘅喎。嗱，即係咁啊，是咁的咧。呢、這個咁嘅工，成件事根本咧就係處心積慮，就係又係要專登就等你咧。泛民主派啲人個個唔得閒嘅時候去做咧，就想掩人耳目，就想咁樣胡混過關。話咗俾你聽，六四實出事噶啦，司徒法正話出事噶嘛。嗱，仲有一樣嘢咧，前幾日報紙咪賣曬出嚟美孚嗰件事件咧，爆一樣嘢咩出嚟啊？乜嘢啊？民建聯其中一個會員叫咩名啊？鄭家淑。有啲嘢。所謂叫做空穴來風，非無因。嗱，即係我會覺得都不得不作出一個嚴重嘅警告啦。通常咧，一個咁嘅政府項目咧，政府最佢有嗰個權力去做咩啊？嗱，刊一次憲，我哋第一次刊憲幾多人啊？我好似應該5100。五千一。第二次刊憲咧？萬三。13000多，今次都7100喎，加埋條數2500。其實唔止㗎，7100都唔止，因為琴日阿莫嘉嫻打俾我咧，佢話：喂，你叫今朝唔叫埋我去？唔好啦，我即刻 fast 曬佢先啦。跟住咧，我諗琴晚運房局嗰度咧都 fast 機都爆棚，據知應該 fast 咗1178張喎。即係都唔緊要啦，7000多加埋2500多啦。政府咧，即係對於一個計劃咧。
一而再再而三刊憲咧，就即係刊三次憲，唔知有冇咁嘅記錄咧，都仲未搞掂。嗱，翻查過一啲資料咧，就似初步個答案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都開咗先例㗎啦。即係搞咗個沙漠，佢都未做得成。係啦，咁咧，但係政府可以有個權力做咩啊？第四次。第四嗱，今次你係六四，下次係咪三七？然之後跟住二八，到最後點啊？一九啊？定你想玩六九咧？喂，我哋唔係一四一啊，大佬，寫票未噶？嗱，即係嗱，即係好正經，佢而家好嚴肅去講。你可以去一四一求主席求助嘅。你又搞到我啲師兄啦！唉，嗱，即係咁樣，因為好嚴肅、好正經，真係唔好諗住用啲咁嘅行政程序咧。即係你唔係去阻我哋，你阻我哋都算，你係阻住啲市民，你係咪真係要咁樣玩嘢咧？鄭宇華。我即係容許我咁直接開你名，梁偉權當選嗰個選區嘅其中一位投票人阿鄭宇華。誒咁啊，選民都唔知道有冇去投，冇人影到。咁啊係，冇片冇真相。冇計啦，人力資源有限，問唔我就報定喺個票站嚟影噶啦，老老實實出面睇佢有冇入去投票。嗱，佢投邊個我啊唔知㗎。係啊，冇人知㗎，係咪先？以嚴格嚟講。係啊。但係嗱，總之個問題就係話咧，一個巴士總站加埋個碼頭。呢一笪地方唔係屬於阿昌，唔係屬於李鄭宇華，亦都唔係屬於我哋，而係屬於咩啊？屬於鄭家純啊？唔係，屬於全香港市民，甚至嚟到香港嘅遊客嘅。冇錯，我真係好記得我哋企碼頭呢段時間咧，今次咧係遊客啦，又有啦，甚至結婚嘅上一集係新嚟新來阿譚生譚太，我哋見到都走埋嚟簽，好似變咗簽字啊！好啦，個問題係話，你又講到遊客，我哋今次喺成個嘅個行動上邊咧，我哋都做咗兩個創舉喎。點咧？嗱，第一個創舉咧就係話，都唔算創舉，以前做過，不過今次加多少少料就係，之前咧我哋都試過用英文去嗌麥啦，係咪？今次有台灣嘅閩南話係嘛？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係咪先？亦都仲有咩啊？仲有啲標語出嚟有咩文啊 ，Leslie？ 菲律賓文、印尼文、韓國文，即係、韓國文，即係鍾主席同你企個街站。嗱就唔係咁計數嘅，即係韓國文咧，其實咧呢一個咧，我哋一定要多謝一個人，城市敬先生，同埋即係嗰個 MV 嘅男主角啦，同埋一個人柴文翰先生，呢、這個就係咧，佢識韓文咁咩？係佢識㗎，佢真係識㗎，同埋佢係會留意韓國政治嘅。佢除咗韓國之外，仲係通曉呢個台灣嘅政治，係啦，即係我頂籠同阿Michael Mo都係。即係佢專登去學嘅，定係佢溝咗韓妹所以識就係、是。誒、這個唔知啊！呢、這個我哋揾集上，我哋揾集就捉佢上嚟啦，捉佢上嚟。喂，捉埋歐樂軒、羅建熙啦，老老實實就成隊啦。係啦，嗱，即係變咗就話我哋有韓文，有韓文，有菲律賓文、泰文，係咪？嗱、那個問題點解我哋即係做即係甚至乎幾乎啊？幾乎有埋日文啊！不過咧，呢個要知熱中無神咧就唔得閒。OK， 係啦、okay ，好啦，咁變咗就話，其實我哋嘅動作一個目的，鄭宇華2003年提出呢個計劃嘅時候，佢話咩？拆咗個總站攞嚟做咩？露天廣場啊嘛。個目的係咩？發展旅遊啊嘛。咁我哋就做一樣嘢咯，問一下啲遊客，你覺得點睇啊？我可以好記得咧，嗰一晚咧，應該好似係最後嗰一晚嚟，我哋企街站打完。咁有兩個韓國嘅旅遊客見到啊城市景嗰張 poster， 我哋仲係 cap 曬，即係佢喺尖馬拍嗰個 MV 嗰個 poster， 整咗張 poster， 即刻哇！瘋狂跟住走，走埋嚟添啊！用大家有限嘅英文溝通過之後，毫不猶豫就簽啦，簽啦，甚至乎咧嗱。如果你話我哋接觸得最多的遊客，當然會是講英文的啦，係咪先？唔係㗎，其實咧仲有㗎、啊，英文以外仲有就係內地的同胞，內地的同胞，係啊係啊，來自台灣的大灣的朋友。因為啱啱台灣咩海岸音樂節啊嗰、那個。係啦，嗱，如果講到英文外國遊客咧，
有嚟自邊度咧？荷蘭係嘛？英國有荷蘭、英國、英國北愛、北愛啫。啊！甚至乎我一個好深、好記得有兩位靚女，佢係靚女，係啦，真係靚女嚟嘅。咁係嚟自邊度咧？嚟自法國隔離嘅摩納哥，摩納哥即係蒙地卡洛嗰個國家仔。佢原來嗰兩位咧係嗰啲遊輪嘅嗰啲員工嚟嘅。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嚟香港。佢同我講一句説話，佢每一次即係。遊輪埋香港，埋岸之後咧，佢又唔理三七廿一，交低曬啲工作安排好咧，佢就會自己行出嚟尖馬，自己搭車去行街玩。哦，嗱，所以咧，點解其實呢個係連接住國際咧？除咗機場之外咧，我哋冇講錯㗎，呢個咁多年都係連接住國際。嗱，不過今集時間到啦，首先再多謝楊繼昌。係啦，咁啊，同埋咧，另一樣嘢嗱，頭先咪講咗，我哋去咗運房局嗰度去依個遞信嘅，咁我哋咧當時都拍咗條片嘅，咁臨走之前就播俾大家睇，咁就下個禮拜見啦，拜拜。咁呢度有7100個市民嘅一人一信，咁另外嗰2000個簽名咧，頭先我哋係俾咗特首辦嗰邊咧，係會再轉交過嚟嘅。咁就係反對依個康健道路工程 GN562，就係尖沙咀嗰邊喺碼頭嗰邊咧，因為道路工程其實就係拆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嗰個預備嘅工程嚟嘅。咁我哋依家就係遞曬依啲市民反對信去俾翻有關嘅部門運房局。亦都呢個旅遊事務處一路嗰個尖沙咀碼頭嘅露天廣場計劃咧，其實係由2003年左右開始話去做咧，其實一路都係由當時嘅鄭宇華嘅旅遊事務專員，依家嘅運房局局長所處理嘅，所以咧冤有頭債有主，唔該佢自己執翻好呢個爛攤子，係啦，多謝。